们到了我的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之前提各位说我们都最近都有一个评论在私信艾特我，都叫我去刮一下彩票，爱这种刮刮乐，我就觉得这种彩票它真的很有意思吗？然后我就想到这个视频我一定要做一期，为什么我要做一期？因为就算我亏的话也不可能把钱全部给亏完，那么现在我就要刮100张刮刮乐，看看我今天能够赔多少钱。你看我多自信，我都不会认为我自己会赚钱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走吧，去彩票店刮100张彩票啦。5块、10块、20、30，10块钱就行。要多少张？100张。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支付宝。一共100张彩票，那么究竟我最终会赚多少钱，还是会赔多少钱？那么现在我们要试验一下，它有直接一整把都没开过封的，我们可以。我们先把这些放到一边来，先刮一下这些彩票，看能究竟中多少钱。然后每一个的方法也都不一样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刮吧。中奖号码25、30，比如说底下出现一个25、30就搞定了。哇、哦，一个都没有。没有。就各位兄弟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我把彩票放到这边，那就是没中奖的；如果我把彩票放到这边，那就是中奖的。到全额为止，我的彩票都是放往这边的。希望我能够尽快的放一张在这边吧。终于中了一张，刚好10块钱回本。1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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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。10块的。刮了40张了，每一张都是10块钱的，一共中了这么多，其实还好吧。然后回来得写，接下来这一坨连号60张，肯定可以中的。390。总的来讲，刮完这100张，如果只是当做娱乐的话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毕竟你是有可能会赚，什么有可能？先把这个对了再讲。好嘞，终于弄完了。我发现这个彩票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坑了，但是的话它总比福袋好，至少它有东西的价钱比它原本的价值高，是最好的。但是还是不太推荐各位小伙伴去购买，因为你们也看到了，大部分的中奖金额就是10块钱嘛，也就是你的成本价。但是更多的20块钱、30块钱、40块钱、50块钱，我一个都没中，所以说可以说是很坑的，真的很坑的。所以说啊，各位小伙伴，如果你们想着靠刮刮乐来致富的话，那么也就算了吧，因为的话太坑了，真的很坑。如果说各位兄弟们，你们想要赚钱的话，那么其实还是走正道就好，不要整天想这些歪门邪道。你们给我提供这个创意，然后今天害我损失600块钱呢，610啊，非常的不值得。因为刚才我也在彩票店里面发现，有好多那种在彩票店里面把买彩票当职业的人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反正也就是这样了，彩票你买可以买，娱乐可以，当真不行。那么好吧，然后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我是年轻，我们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